头发。有去帮他们搬行李，然后他们已经把那个镜子都遮起来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不太干净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去帮你们搬东西这样子，然后要搬行李到我们房间这样。然后我就去了他们房间，原本是盖起来，他一把一个东西抽掉的时候，那个镜子一露出来。越不行越想看咪牌，那你们咪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。真的不行，好性感哦！我好像看到丁字裤，就是。大家是想看什么吗？就是他的闺房。哇！那带我们去，好，在三楼，三楼，好，要爬楼梯。对，等一下，运动一下，没有电梯哦，走喽，好，走喽。这是我哇闺房哎，有床啊！等一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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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一点床屁，你们想看什么？你冷静一点。对，床屁。哇塞，我们家十元就是看到床。对啊，你知道我下去每个饭店，我都是第一个，他就是叫床屁。真的假的？那个喜欢铺床。不行不行。不行吗？不行，干净耶，我是干净的人。不行，你有出门过了，不行。哦，你也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才可以跳上床的。我自己不一定要洗完澡，我现在不你去，没有，但是我一定会换衣服。对，就是一定要换干净的衣服才可以上去。那你们那裸体就可以是不是？裸体来脱了，我的裸不行，没有流汗，裸体要洗澡 ，OK， 要干净，对，要干净的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行。任何人都不行哇！只有我自己。那你以后怎么结婚怎么办？如果老公、老公小孩怎么办？就是我希望可以找一个跟我一样有一点床屁的老公。哎，有听到那个真有条件的人，记得在床前要先暂停。没错，我们先等一下，洗完澡才可以上去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那你可以帮我们代翻一下。那这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这边可以踩，这边可以。很干净，干净的。那我们不能碰了怎么办？可以碰啊，可以碰吗？我要碰。你们尽量不要上去。我不碰，我不碰到你的棉被。有一个头发 ，Oh my god， 是短头发。来哦，看起来有没有像阿吹的头发？有。来，抓。阿吹还没来过。阿吹有头发。来，来，制作人送鉴定。我们要帮阿吹把关，但那个看起来有染头发，应该是我的。你哦，有啦，应该是你的。我很容易掉刘海，刘海，而且我容易掉发。对 ，OK， 一定是我的。还有想看什么？可以掀一下吗？可以。哎，棉被很舒服，真的，可以偷摸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可以摸。对，健康啊！而且我的床也很软，软到就是一个台南人哦，真的。台南人是睡软床。因为感觉乡下人比较喜欢睡软床，真的，对，确实。哎，因为我是三重的嘛，我阿公阿妈都睡超硬床，然后真的有差，枕头是那种竹枕，对对对，哎，那真的有差哎，那好像是有差，对，好吧，那我看一下哦，好，床真的很算很干净，哇，应该还算干净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对啊，没有人，不可能，没有果人，对，哎，你喜欢那个伊布哎。对，我超喜欢，而且是特别版的衣服。对啊，你有童心哎，你还是很多娃娃哎。它是冰衣布，就是冰属性的，所以一定要冰的。对，因为热那是热的不行哦。对啊，火的不行哦。去冰的也不行哦。哦，所以就是你特别喜欢。因为那时候是有一个球迷跟我说，哎，你很像冰衣布，因为我那时候去剪公主切，然后剪完以后他们就说冰衣布也有公主切，有一点像，对啊，他有公主切，然后你从此之后就，对，从此之后就觉得他的眼神很可爱，而且算是很特别的。我好像蛮奇怪的东西，什么什么？怎么会有床头有木鱼的问题？哪里有木鱼？这个虽然可能也会有，我们不能过去。哎，他自己脚那么脏，可以啊？你双标哎！因为我是床的主人。好，那我们坐在这，我们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的，是的。什么啊？你要解释一下吗？这是那个我们那个篮球的。然后那时候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主题日，他就一人发了一个木鱼，所以我就说思雅应该，哎，工程师他们都，你家应该也会有，工程师都很多可爱的主题，对，就是很酷的，应该也会有。等下可能丢了，如果他没有，你把这个带回去，然后你要分他的，送他好了。所以你平常是睡前会敲？不会啦，我还有这个哦，枕头下的，哎，这一定要，不是你连在自己家都会，因为像我去外面饭店我都会带，真的，你会特别带一个，就会带，但也是放枕头下嘛。对，我也是放枕头，然后就这样不见好多个，因为又忘记了。哎，你这样不行啦，不行，这样吓一个住的人会吓死哎，而且枕头会
生气哦，好可怕哦。我有发现你手上有戴佛珠哦，对啊，这也是因为像让自己更安心嘛。嗯，其实有宗教信仰也没有特别信仰什么这样，然后是因为我自己的体质有遇过、哦，对，但是、哦、但是我没有看，我不是看得到的，对，但是有感受过几次、啊。你要怎么知道你感受到啊？其实当下你都不会有太大感觉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是之前毕业旅行的时候、嗯，然后那时候是床面对镜子，然后很不舒服。就是我那时候只是想说，我要进去帮他们搬行李，然后他们已经把那个镜子都折起来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不太干净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去帮你们搬东西这样子，然后要搬行李到我们房间这样。然后我就去了他们房间，原本是盖起来，他一把一个东西抽掉的时候，那个镜子一露出来。一拿下来以后，我就超级晕眩，然后是晕眩到站不起来那种，就是那个感受太深刻了，那个对对对，而且他真的是一拿下来，我就然后我就是整个坐到床上，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真的起不来，我现在头好晕，我现在头真的好晕，这样有没有可能你月经来贫血？我也有被压过啊。重点是大家都会觉得这种时候，这个只会在半夜发生，不是我只是中午吃完饭，然后因为我可能下午比如说两三点才有课，我就回去想说睡个觉。然后我就是准备要起来前就有点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哇，我被压，然后我室友就在楼下，因为是楼中楼，我室友就在楼下看电视，然后在压的过程中是真的，是真的会讲不出话，你想要跟你室友讲说我被压，但是你就是动不了，然后那感觉其实很痛苦，然后我就马上想到说啊要骂脏话，然后就一直。我就一直骂，帮我闭一下，狂骂之后，因为我是一直真的是全身一直在用力的状态，对你一直想要挣扎，然后是一直到他过了的那一刹那，我是整个，你知道你是原本这样躺平嘛？因为你一直在处于用力状态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我是整个这样弹起来、欸，因为你在用力，我就整个这样坐起来，突然反重力了，对，反重力，然后就这样啪一个起身，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讲。我就说，我刚刚一直试着要叫，我就在楼上，然后我正在被压这样。然后后来我们辗转才知道说，因为我们两个都转学生，所以我们当时要入学的时候已经八月了，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搬好家了。嗯、我是听同学讲来着，他们说啊，你们怎么敢住巧克力社区？那个社区的名字。我说怎么了吗？他说那个社区发生过很多命案，就是有跳楼、啊，那有立刻搬家火灾的啊，就死掉什么。没有，还是住到毕业，屌哎，真屌！但后面就都没有发生过事情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才会有在那个知道这些怎么压一些符啊、什么让自己保平安这样。我觉得但是你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特别放了很多捕梦网嘛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我发现。因为很少人，可是有可能是装饰吧？会吗？可是很多有特别意义吗？就是也算是一个小迷信这样，然后因为其实我进啦啦队以后，我一直都没有很正常的睡眠，然后也会一直失眠这样。你看当啦啦队，你进啦啦队很久嘞，你是五年了，我在五年没有好好睡觉。啦啦队怎么会这样？就压力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入眠的人，但是我睡着以后会起不来，对的那一种。然后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常做噩梦，然后我就是开始买捕梦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听。怎么捕梦网？怎样啦、啊、就是那个把你噩梦招来的罪魁。对对对，但是就是捕梦网要换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捕梦网不好。我是半年会换一次，就是我自己是会替换、oh, 对，因为它就是会补到好梦给你，可是如果你一直没换它，它就是会一直补坏梦、oh, 对, 对，所以你要有时间就要换掉它这样。你不是就是想要安稳的睡个好眠，然后你一直用不碰吗？但、啊、你睡觉很忙哎、欸，就是要一直做梦。对啊，哦、oh, ，但是补好梦会很开心啊。对、oh. 就是你就是它可以赶走噩梦。所以你都记得你的梦吗？因为像我完全不会记得。我也是，对，我知道我每天都做梦、嗯，但我没有一个记得。我而且我也不会特别去想。对、嗯，我有跟人家聊过，但我应该是算是很记得自己梦的人。真的，你会把它写下来之类的？哎、欸，我会写下来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床边就有一个小本本啊。等一下你是一醒来马上写这样吗？
可以看一下、哦、就只要醒，哎、欸，好，你们大概看一下就好，看一下，啊，不要真的看了，好，然后用瞄的，啊，这可以可以念，这不能讲吧？这不可以念，这完全不能讲哎、欸。什么那个什么杏鲍菇？对啊，等下要为什么要烤杏鲍菇、啊？玉米笋，杏鲍菇，杏鲍菇这是一个很酷的梦境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看了不要看。杏鲍菇，所以杏鲍菇不能讲，可以啊，这可以讲，因为这太好笑了，对啊。因为其实我里面有很多比较羞耻的梦，但我都会把它，对我都会把它写下来。然后杏鲍菇这个是里面算是唯一一个好笑的，比较轻微，比较好笑的梦，就是我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醒来，我就是整个很迷茫，然后就坐在这边坐很久。这样我想说我，那你开始回想，对我开始回想我的梦，因为其实我平常是能记得梦大概60%，对，然后这个梦就是突然。你知道挥之不去，然后一醒来就是记起来180，一醒来就是什么梦啊？很想吃，所有画面都一样。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我忘记是去参加什么活动，然后就是梦到我们就是那边有很多个摊贩，然后我跟某一位富邦的球员，谁？确定是球员？是球员，确定不是拿麦克风那个吗？不是，拿麦克风那个是真的。在本节目官宣了，啊、没有啦，突然不知道怎么接，真的，这太难，不要打倒他，措手不及，打倒我吧。对，然后就是梦到跟富邦的球员在那种类似像园游会的地方、一起烤杏鲍菇卖，卖还卖还卖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像是就是合作伙伴那种，就是哎要几个杏鲍菇，那边要几个，那边要几个，就是好、啊、不要吵，等一下等一下的那一种，我所有都历历在目，而且我还记得是烤那种酱烤杏鲍菇，因为好细节，对酱烤杏鲍菇哦，对就是会涂酱。那你觉得这个梦想要带给你什么启示启发？我不知道，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是整个超迷茫，我想说他是谁啊？那你有去查？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是谁啊。那你有去查？我知道这个人，我本来就知道这个人，可是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？对，就是我对他完全没有那种很特别的印象。那你有跟他说吗？我就不认识他，要怎么讲？不认识我，他说很抱歉，我昨天梦到你，跟你考信报。有没有可能我们之后一起来创业？哎、欸，你知道这种东西有时候很玄哦、喔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她的男朋友就是这样梦来的。他做梦梦到那一个人，然后重点是那个人是从在他生命中还未出现过，所以他梦完只会觉得这男的是谁啊？怎么？可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所以当他后来遇到真的遇到这个男生的时候，他马上知道哦，好浪漫哦，这种你就是我梦境里的那个人，对，很神奇哦。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去查一下他退休生活？对对对，跟杏鲍菇，或是跟他富邦，或是就有些连接关系哦。大家会解梦的，可以帮对解梦一下，为什么会跟发生什么？会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下面留言，麻烦下面留言。很酷哎，而且我第一次遇到会记梦的，对，真的吗？真的很酷，还没听。因为我也是之前做太多噩梦，然后就想说把好梦记下来。我曾经有研究过这个东西，当你想要成为一个可以控制你梦境的人的话，其实这个是一个练习。哦、真的你持续的把你做的梦都写下来，你说可以控制自己要做什么？对，你就是渐渐的，当你记录到一个程度的之后，你接下来会在你梦里开始可以控制你的梦，变梦的主人。对，这是真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今天很像什么命理节目？对啊，好可怕，好像迷信的三个人在聊命、啊。对，降落，降落。等一下，我开始很爱吵醒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，其他的地方床就。pass 了对吧？哎呀，这边有什么？哇，想不到咱们社区竟然也是有少女心的。当然了，哎、欸，我小时候有收集过这小卡，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好吧，听故事，听故事，因为我你在哪？我知道是少女时代跟 Super Junior， 我追了两个团体这样子。哦。Stray Kids 跟 NCT 这样。啊、NCT 我知道，是有很多国家人。对对对，然后很多个人这样。我还是有在 Super Junior 的同公司，所以你的本命是谁啊？本命就是这两个，就是一这个是韩国人，都是韩国人，都是韩国人，我看得出来，而且我问这个问题第二遍，对，就是我的年代是那种只要去追那个 HOT 哦，16吨，好 ，Energy 对 ，Energy 5666，然后我以前的小卡是 F4， 天哪，我好老哦。陪你去看流星，我们也可以啊，我们还是跟我们同年代，对啊，对。哎、欸，那但是你这边是就是他的收藏品来说，你觉得你最值得拿出来炫耀的是什么？好问题耶，
证明你是铁粉，证明我是铁粉、欸、真的很多卡、欸，超多的。对啊，就是我有你不你刚才连到隐形就是他们代言，后面没有吗？这就是真的隐形。我有看到一个东西、欸，我真的很专业啊！什么？你看那个那个圆、哦，就是这个。好啦，那应该也只有这个吧？这个你很专业，这个是足球者联，我也以为。很像。他应该是会，但是我好像把他电池拔掉了、嗯。对。而且我知道你有在学韩文，你不是想去韩国留学、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好酷哦！这算是为了。追星，因为追星，因为追星，然后看韩剧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我是念日文系啊，然后我们班上至少一半的同学当初选日文系都是因为看动漫，对。就是动漫，然后要么就是男团，什么卡顿啊、龟梨和也、三下智久那个杰尼斯，杰尼斯啊，他们是因为那样选日文系的。我们看一下衣柜这边，哎，这边也是，对，衣柜也是很精彩。前面这些部分结束，你我们放过你吗？必须要来的突击检查。衣柜，少女的衣柜，少女的衣柜，我先确定有没有东西会掉出来，看一下哦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哇塞，真的很整齐，哎、欸，很整齐，这样算整齐吗？这个是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、哦、这个越不行越想看咪牌、啊，那你们咪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看。哦，嗯欸、真的不行，好性感哦。我好像看到丁字裤、欸，就是、欸欸欸。哇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啊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件很可爱，樱桃。要不要出来二手拍一下？对，这很可爱，小戴耳机的小羊。我有发现，色心人喜欢穿这种小背心。对对对，哎，我的标配就是小背心跟一件小外套。没错，我有观察到，这是他的喜欢的穿搭，没错，他的 OOTD， 很可爱的。哎，真的哎，很整齐，很整齐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通常呢。这种半导体盒里面肯定有肯定有很多回忆，让我们翻开一些岁月的半导体盒。这回忆可能这可以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开。哎、欸，好羞耻哦！天哪，这个是不是喜饼拿来装？对，刚才还盖不起来，盖不起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来开一下。这个是小时候真的好麻吉，大部分都是生日卡片，怎么没有情书？好想看到情书。这个有啦，这个是以前会认干哥哥干妹妹那种。狗，对，然后会写那个字超小，这样放大镜看。嗯，相信你不可以欺骗我。好情绪勒索，真的。小朋友请吗？你是念下方底下留言，我寄一封给你。我们的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喜欢樱桃哎、欸，我好像真的蛮喜欢樱桃的。对啊，你是不是也没发现？而且你，我觉得其实你也蛮少女心的。御衣的不鬼啊？那个什么啊？那个神隐少女你们有看过吗？有啊，神千与千寻的衣服啊。你是为什么要穿衣服？可以看吗？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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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拍他这一幕。加油！我差点要拖到王先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、啊，麻烦他过来一下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那个他在那个我知道他在里面工作的时候的衣服。我那一部我大概看20次了。有啊有，他裤子在里面，然后我就把它收成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穿？对，其实我没有穿睡衣啊，因为这好像是之前工作的时候吧，然后有需要到工作要穿这个，我忘了有需要到 cosplay， 然后就大家各自买了一件，结果后来发现。没有啊，我想到了，是我们球赛，主题趴，对，类似主题趴之类的、啊，对，然后就是你自己买一件 cosplay 的衣服，然后那一天开场要穿，哦、但没穿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冠军赛。Sorry， 好像，今年加油吧！你现在为我们换上，说不定他就会带来，今年就会穿，对，就会穿上，好像可以耶，但其实我不太会穿这个。可以可以，从来没有穿过，我没有穿过啊，全新。可爱耶，这很可爱啊！好，我等一下可以去换换 看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磨福利磨福利。Cosplay time， 怎么穿呢、啊？救命！不能吃太胖哦，会被杀掉的。太可爱了！哎、欸，你是真的，你是真人版哎。对啊，我是汤婆婆。哎呀，我命令你。给我把他杀了！哎，吃太多了。他最近谈恋爱吃太胖了，好不好？杀掉他！真的，我会把你杀掉。超可爱，很适合，完美还原。我连佛珠都还原了。他如果给你选，你要扮红脸。你也没创意。